扮成土地公来到彩券行跟店家化缘，不止店家，连一旁买彩券的客人也要钱。这名土地公扮相的人在5月31号下午3、4点的时候，来到高雄仁武区仁雄路沿路向店家化缘。来到一家牙医诊所时，还在门口跳舞。当下诊所员工觉得害怕，没给钱也随即拉下铁门。没想到对方居然气得踹门。附近店家说，像这样扮成财神爷或土地公的人，久久都会出现来要钱。我有给他一些而已的，嗯，爱点点来吗？不常。你不好意思，我唔走呢。真的啊？啊，咱10元尔，不要紧啦。给一罐矿泉水，给阿姨的照。大部分的店家都会给个零钱，没给钱的槟榔摊也给水喝，但是牙医诊所什么都没给就被踹门，店家都觉得这样会让人害怕。警方表示，这样沿路化缘的行为其实已经触法。本案涉嫌社会秩序维护法第82条规定，于公共场所或公众得出入场所乞讨教化不听劝，可处3日以下拘留或新台币12000元以下罚锾。警方强调将会加强巡逻来维护辖区治安，也呼吁店家如果又遇上有人上门要钱，要及时通报警方，以免发生不必要的纠纷。华视新闻邱俊平、荣浩北、许富天高雄报道。Hello， 我是李明瑞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